哇！啲快獎嗱，幾快啊？兩隻白衫啲獎快到啊！好啦，嚟到今日最後嘅一場比賽啦，咁啊就係標準六國際公開及標賽嘅決賽。先介紹先導 ，Race Number 51 Standable International Open Championship Final is going to be the final race of today. Lane One Chinese Taipei 一路一號線道，中華台灣基隆一號線道，中華台北基隆。第二線佛山市禅城區張茶安東尼龍舟隊，第三線泰國 Long Tanbury， 第四線東莞馬沖光大龍舟隊，第五線廣州以龍會友龍舟隊，第六線名門世家南海九江男子龍舟隊，第七線澳門代表隊，仲有第八線福建省城市市新國龍舟俱樂部。好啦，而家咧。進入到去過了250米，暫時領先嘅咧，數落去應該咧就係六線嘅大熱門啊，名門世家南海九江男子龍舟隊，另外亦都係強隊之一啊，四線嘅東莞馬沖光大龍舟隊，兩隊已經係突破前身噶啦，睇下究竟咧係邊一隊可以咧成功奪冠。舊年咧東莞馬沖咧就破咗呢一個名門世家南海九江嘅金身。睇嚟今日咧又有一場龍爭虎鬥啊！四線已經過咗六線，東莞馬沖已經超越南海九江，即係話咧如無意外第一名咧就係東莞馬沖嚇。另外第三名都爭得好緊啊！泰國比計已飆咗上嚟，第一名係四線嘅東莞馬沖光大龍舟隊，第二名六號線名門世家南海九江男子龍舟隊，第三名是三號線。